好了，我今天新的企划就是参加游览车旅游行程两天一夜，从高雄出发会去台南跟嘉义。那行程其实我记不太起来，不过这个行程我蛮喜欢的哈，就应该说我期待已久，我很久没有坐游览车出门了，对啊，所以游览车出门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游览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再接一批人，然后就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行程了哈。好，早上第一个点心，接下来是三峡最有名的金牛角，还有弥陀饭团，然后等一下说还有饭团，弥陀饭团，弥陀饭团。其实我早餐已经吃了一个超级大大汉堡，20块的饭团里面只有一份，因为两家不同，今天的旅游行程开箱。第一趴，对，第一趴。Hello， 对，对，马上。其实刚刚龙哥有预言啦，然后跟预言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。真的。会说一句话，那句话你刚刚一上车，你马上就讲了。你说台北人会知道，找不到路。台北人是因为找不到路。找路。什么叫彩虹自由？我根本不知道。我一直忙着去工作，因为那里。对。怎么会这样？都一样。台北人都是这样。我刚刚是因为司机带我来。我的第三天登包禁言营，什么禁言营？不是禁言营，好的，新任营。好，那一次。那呢？好，来。我的第三天三包新任营。所以他一天要喝三包。对。对。上次你在台南是要喝五包。昨天睡前喝三包。嗨。大家都到了。快一点，现在可以进入。对啊，等一下要全程记录。不能进入了。对啊，上次拍的片已经上档了，你有看吗？有啊。你有看啊？你有看到你在做荡秋千，还是在那个吃意大利面？都有看哦，赞哦。第二批的人也上来了，我们现在到下一个行程了。我要怎么称呼大家？会吃鱼我就举手。好，这个会有六种，好，小红鸟，
怎么有问题了？小朋友可以掉，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有钩子，好，小朋友可以掉，好，那可是大人我们要协助一下，好，因为我们渔翁下面只有三个工作人员，现在有一百多人。屏东新品应该很多人没有听过。新品。新品。新品。皮是土肥皮。是绑苗在下面。还不到绑苗。还不到绑苗。对，南州，南州。新品林边。快要到南州了。南州过。过南州。对。啊，那有什么特别的？牛肉有，牛肉有朋友的有，那里的牛肉还蛮有的。哦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们下次约一下。好啊，没问题的。去拍一下。一般的超好吃。好，可以。赞哦。因为制作的速度比坏的速度慢，专业的，征求一个专业的好了，有吗？刚刚不是有人举手吗？谁？有啊，刚刚有一个举手说他会啊。考鹅啊！最好考鹅啊！那个妈妈呢？来，会的。快点，这边有一只专业杆哦，专业杆的几率不太大哦。会的跑去考鹅啊！想要进门。真的，这种人我每天带那么多客人，我看多了。我会，我会。然后就跑去烤鹅，都不下来了。现在我只好出去吃饭给大家看。来哈，上饵跟解鱼，记住上饵跟解鱼两个动作，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。好。来，这是标准杆哈，我会建议使用的人再用。这是不，那、这不是不标准杆的，这是比较简单的手杆哈。就像这样，大哥这样拿着，尽量往外抛，让饵往外抛，比较适合初学者。好，那你要学这个的话，这个当然它的好处是可以丢得远。啊，对，可以丢得远。哇，也没有很远。哎，跟他谁要，就不要理他了。哎，就不要理他，等他拉你。我跟你讲，他拉你的时候怎么办？不是啦，你好坏。等他拉你的时候，你就扬杆。我们这个动作叫扬杆，先把他鱼的张力盯住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卷线器，可以慢慢的卷，把它收回来。好，好，很重啊，要不要拿看看？哦，我在抖啊，会掉鱼的，蛮重的哈。没错啊，没错啊。好，我们到吃饭之前都在这边哦，所以我们并不急。钓竿如果比较不充足的时候哈，建议你们先去那个烤一下壳啊。好的。还有尽量把钓竿增加哈。好了，下去了。那边比较深。对，下去看不到了哈。他躲到土里。对，看在掉，看在掉。十八三，对。你拿上吗？我帮你。很重哦。小心哦。好，你看我放下喽，我帮你拍一张照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动。帅的照片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钓鱼了。哇，钓到！不是，那是他的鱼肉。他的鱼肉，哈哈哈哈哈！鱼肉，很重的，不对？很重哦，有很重吗？有啊，可以吗？超重，超重。不要放啊！没有，他是说要顺转才可以抛。我退后两步。往上。哇！你爸爸提前去泡泡，你爸就说你这怎样钓钓的，个啥？
这种露营都纯正，全部录下来。哦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哇，他在拍手，有没有？他跳舞哎！爷爷要拿吗？对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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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哇，第二条哎，好会钓鱼，第二条。我是这样，真的，好上啊，好上啊！不然不要这样拖，嘿，不要这样拖，这样子拖我容易线都断掉，你又掉下去啊！他们来钓了，来了，又来，等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哦，快点玩！哇，高手，高手！记住，不要很会打哈，很会打卡住。哇，这次哇，更大只啊！不要鱼更强，好呀，好呀。杆杆子人，我给请到鱼更强。阿内啦，阿内啦，立场没错。立场没错，两个囡仔啦，大人拢无钓无啦，啊，两个囡仔拢钓有了。啊，又一只哎，又一只哎。哇，中鱼耶！耶！哇，小碗超强！龙哥钓到了，龙哥！哇！你们的鱿鱼在这里了。小心啊！可以不要再退了。你再上去，我要出现。对啊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哇！在这里，你要拍照，我帮拍一下。捕鱼吗？昂哥，昂哥，它比龙胆那个龙虎斑再更小一点，我真是蛮大的啊！哇塞！好了吗？那我帮下拍吗？还要拍吗？国王的鱼，国王的鱼，国王的鱼，钓这个对对对，那你也拍一下，你也拍一下。因为你有拉到，对，你刚刚也是拉那一只国王的鱼，昂哥，昂哥，好来了，哦，好 ，OK， 赞。我失败。你妈妈跟弟弟有钓到吗？超厉害。北北，叔叔有钓到鱼吗？北北没钓到。我有钓到。对，他有钓到。他有钓到。有拍起来。我觉得最执着是杨定阿美，对，他待在那里超久，然后不钓不到。哎，那你看到头看到吗？对啊。复仇，复仇。对啊。我们解除共辜的，我们来一箭双雕。对。双打，双打，双打。嗯。三 P。我不懂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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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复仇者第一趴，靠中岛，靠中岛真乱，真乱，所以蓝天还被决定不掉了。小孩都掉到，今天掉到的都是。今天小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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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小孩，还没有结婚都算小孩啦。你在没有乱，你在。十一点半大家去吃饭的时候，你去钓，你就会钓得到。不要，我们不想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快了，好精华，好吃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还在吃啊？他们小朋友吃的超开心，超多颗的。对。哎，这不是吃中饭哦，这是点心，这是点心哦哈，麦克假饭哦哈。妹妹进去，妹妹进去，妹妹进去，看这里，妹妹看这里，看这里呀，三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三二一，耶、yeah 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完了，你要中了，你确定？确定要中哎，还打你？确定？不算哦，可以、啊。这锅精华的汤，刚钓的鱼，刚钓的鱼，满满的。贝类，高级贝类，高级的，鲜美。最后，白虾，有够肥。哇，三十八斤呢？嗯，哦，三十八斤。不要大只的。好，你六七啊？哦，一共是六七呢。你有感觉不？体验者，我要问体验者有没有？体验者，这体验者都在这里。体验者，他们是练习生。啊，练习生，这边是体验者。体验者，我是表演者。啊，表演对，表演者，在。可以的嘛，很厉害的手艺啊！你们油锅烫下去，烫伤尿道不好吗？对，我们就一直笑，一直笑。妈妈六十，爸爸六二，妈妈六三。哇，都比他小，那个张是小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对。快点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咋咋不是乖孙哦？另外还说你还加叔叔，我说没有，我没有加他叔叔了。过年也可以包红包。哈哈哈哈哈。小一点点。他爸爸比我小啊，小两三岁。这里第一站余温从早上的大概9:30快10:00，然后我们就到这边来，要这边的这一站就是要吃完午餐以后，然后再去下一站。那下一站刚刚知道了，就是去北港。对，北港就要吃那个。小吃跟大饼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应该吃不下，因为刚刚才吃完，好吧？好了，这里还不错，对啊，来体验一下这个渔温钓鱼的生活这样子。可是，抱歉，我没钓到鱼，真的很难钓。嗯，我们来第二站，第二站是那个云林的朝天宫。算第二次来吗？还是第一次？我也不记得。那应该是蛮不错的。你们是互拍吗？差不多。我是。啊，你往后跳。对。靠右边，靠右边哦。
样要编哦。哦，我以为台家哥来查。我有这职业病哦。我有病的，职业病，我就是要，我就是要当兵啊。哈哈哈哈吹落去。对对啊，就像人家结婚不是订婚还是什么？我以前也是那种，我以前的大饼是像外省人那一种，你知道我说的外省人的那一种大饼，那种就是古时候好像人家也没有古时候，现在也是比较传统的婚礼也会有这种大饼。对，就订婚啊，订婚女方会送、啊、送那个亲友的那个大饼。你喜欢吃那一种大饼？对，我第一次来耶。第一次来？对，我是很爽。还好，我也是第二次。今天第二次。日新堂。啊，日新堂。它的重点是超有小的有。对。它有那种大锅的饭。其实台湾像这样的老街也是很多，对，比方说大溪老街、三峡老街，对。哎，可是它其实真的算老算啊，你看它那种建筑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对啊，然后新化，新化台南新化也是有老街，它那个是百年的，对，那都是日式的。对对啊哈，你看那个好久以前了。这里应该随便一间也得五六十年起跳吧？对啊。哦。感觉这种房子就是要，刘德华站在窗边，然后那个有一个女主角在搬汽水，不小心撞到她，你知道那个天长地久。对。啊，有啊，就这种感觉。你讲对了，而且就有那个窗台。对啊。这种老房子。看到这种东西，你会想要唱什么？唱什么歌？Good, go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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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,对，一个女生。这边这样子能看。哈哈哈哈哈。如果没有酒驾，加一杯咖啡。没酒驾，咖啡。我就听你的梗。那就是那个白兰地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阿嬷有一次就说，你帮我点歌，就是我每次出去玩，他说帮我点歌，我说你要唱什么歌，他就说，美酒加咖啡。咖啡什么东西呢？我说咖啡。哈哈哈哈哈。咖啡，咖啡，哇，好好大哦！鹅蛋，鹅蛋，鹅蛋，哦，这香客大楼，哇，好壮观哦！对啊，朝圣酒店呢？我们要进来庙里了，朝天宫。朝天宫 ，OK， 好，右进，来庙里的话右进左出。诚心的拜一下，你又没上次来这边是只有在这边啊。
就是他那个祖庙的地方，然后稍微就是拜一下，然后也没有到后面看看，对啊，他这个偏殿，看一下偏殿。哦，这里有月下老人。三观大帝，后面还有，还去后面看看。胜负，看这个比较快。刚刚我们进来在这里，好，主殿，然后刚刚三观的地方，对，那我现在在圣父母殿，好，就最后面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只要这样子再绕出去，好，这边旁边的偏左边的偏殿还有一个文昌殿，然后最后土地公，对，就这样。对，那这次把它走好走满，就文昌殿，这是文昌殿。然后这边有很多人在许愿，抱的东西，把它挂在上面。好，这土地公的香炉，福德正神，好，很好，滴水。好，结束了。最后再参拜一下，就搞定。结果有什么都没有。刚本来想买花生酱，花生酱好像新竹那间比较好吃，然后我就买了椰子水。雨水真的是很消极，真的好，现在也差不多了，走了也差不多累了，脚真的超酸，现在决定上楼了。这一站到这里哦。哦。无所谓，我只是谁进来都没关系。啊，你有找到妈妈吗？妈妈，你不是要跟妈妈拿东西？我们三十几个，分两排就好了吧？分两排乘以三个。他的奶油酥饼，我知道他还有好像是蛋卷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是他，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，还是有一个那个苏打饼，大片不一样，还有个不一样，只有这里有卖，而且这种奶油还会花出。真的假的？这里面还有馅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一定要去买，可是但是你就要排队。七天会不会不用排啊？不可能，我们可以去找一下。应该是先逛花的，先逛这边。这里好了，帮我们去找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欸，它很像那个，你去屏东那个，屏东那个胜利新村，很像啊，对，一模一样欸，真的啊，它上面只是人家那个顶上会有一个星星，像那个一模一样，对，上面这里它会弄个星星，就说是将军住的，对，胜利路，胜利新村，记得那个在哪里？我上前两个礼拜才去。因为这样，我们往回去找嘛，对不对？那条路线。哎，那个
那个萱萱，萱萱在哪里？萱萱，这这，哎，这也没有哎。哪有这样子？我不要被点清。不是，而且我们只差一步，差一点我就要走了，就要走进去。差点走进去。就再我们再绕一道再绕进去。你看，夸张，对。来买，来买，来买。看看，你们两个，我们还是第一个。对。第一个。买来买来，好吃的。什么素食？牛？什么素食？嗯，这个蛋是特别素的，是外面的蛋是冰蛋卷。现点现吃的话，是都是柜台有冰蛋卷、凉蛋卷的部分，那个要现点现吃。好，那如果伴手礼的话，可以其他礼蛋的部分了解。这一组，我想要吃两组。嗯，想吃什么？两个。芋香的，好，芋香，一个芋香，一个什么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们就买别的口味，都买别的口味。还是一个凉蛋卷和冰蛋卷，好好，两个东西不一样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哦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好，珍珠奶茶芋香，好，好吧。对，还有百香凤梨，三个都买了，来，我们吃看看。都来了，干嘛这样？反正外面在外面都可以乱吃。嗯。要各一，凉蛋跟蒸奶，要跟芋香跟冰蛋跟白香凤梨，各一各一吗？对。芋香蒸奶跟白香凤梨各一个15块，能省去吗？你要省去吗？谢谢。哦，好。我三个口味，这个是哪个？这是凤那个凤梨那个，这个对，百香凤梨，然后芋头，然后这是蒸奶特香，我们找地方。嗨嗨，好，我们去外面吃好了，没下雨。那个我拿，好的我拿。嗨。好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耶，好吃耶，里面是冰淇淋耶，哇，而且它的百香跟凤梨很搭，但是我以为刚刚会觉得不搭，嗯嗯，味道，可是吃起来之后那融合在一起，那个百香味蛮香的，而且两个一路回这边跳，没人看，自己跳，好吃，超好吃。好，第一个被我们割掉了。好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第二只，第二只，再选哪一个？都可以，我们来选个芋头好了，感觉珍珠奶茶把芋头压。好，芋头先，那这个先放旁边，我来放旁边。好了，吃喽。嗯，那、那个可以买十条回去吃。它好绵密哦。哎、欸，这才是经典。看来自己吃要吃这个，吃它这个凉的。凉蛋卷。对。凉蛋卷，可是口感不太一样。虽然外面都是蛋，可是一个内馅比较扎实，然后一个比较松软。嗯。好吃哦。嗯，哎、欸，你朋友讲真的好吃哎。对啊，我也跟他们说，没去别的地方，在这边就行了。对，很久以前。很好吃，而且还有芋头。
香。它不是假的蛋卷，假的芋头，它是真的芋头。啊，芋头泥啊。嗯。好，芋头泥下去做，对，还蛮浓郁的。还有这个新口味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，不知道是多厉害的珍珠。我想说会不会有真的有珍珠？哦，那就不知不知的哦。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干掉。要剪是要不要放你这样吗？真的有珍珠？你们是在吃那个吗？真的有珍珠，好吃哎！什么东西？珍珠奶茶。凉拌卷跟冰蛋卷。对啊。凉拌卷，快上去买！一定要吃。没什么排队，快点。好好吃哦，蛋卷哦，对，嗯，超好吃啊，对，欸，它的这个馅料也不会到那种甜甜滋滋到不能入口那种，吃完不爽这样，因为那种人吃完散滋，没有腻腻的，嗯，好吃，好好吃，嗯，哇塞，还好我们是买三个口味，因为第一个会吃甜的，很想再去吃，哎，对。那个叫凤梨，百香凤梨。百香凤梨有点惊讶，超好吃。而且我想五百的凤梨，我想要买金木的。那算了。不过如果我推荐的话，请大家百香凤梨，拜托来就吃就对了。你可以其他两只先不要吃，先吃完百香凤梨再去买别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反正也很少人想要吃那种。对对对对，就反而它才是最好吃的。还好我们刚刚没有傻傻的再走回去，不然我们这下就倒霉了。下车朝着目标走。对，所以应该说照着直觉走。对，就不用看，我们走过来。我们是这样来，因为以前。对啊，我们如果刚就是也看都不用看就走过来，那就到了。对，不过也好了，这就是老天注定要让我们品尝。对，还好那这一集有内容了，有不会白来的。不要觉得快要笑出无聊。对，你那个好吃。对，就你各家你自己品尝了，但这一家你那个什么轩的哈，你来的话哈，记得，对，就是冰蛋卷、凉蛋卷两个口味跟一个冰蛋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一个冰蛋卷的口味是百香凤梨，两个凉是一个芋头，一个珍珠奶茶，都吃。好吧，一定要到吃，对，都吃好了，就是口感都不一样。哼，好，我们影片到这里了哈，来，这里过来，这里过来，我们先那个，我们先再开箱一次，我们受不了了，又再去买一次，冰百香凤梨，很夸张，超好吃。我刚刚跟菲菲各一只啊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又去买了。来，两个，我帮你们换一张，来这一半。你要不要吃？这一半，这一半。下面在拍照，很夸张。很夸张，这一半。谢谢。对对对，哎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对，来。这么夸张？很夸张，超好吃。很好吃。小张一起来。好，我们示范。来喽。真的。对，整个。惊讶哈。很惊讶哦。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嗯。嗯。很好喝。嗯。嗯，哇，真的很精华，哇，赞，嗯，好好吃，好好，这太奢侈了，我不叫这句话。我们来不到十分钟，又去排一次，很夸张，很夸张。我们整桌都在排，对。我们在上面。有，我这边看不到哎，我这边只能走到那边去。我们三个一起看，我们就我们三个一起。好，他有那个公筷，咸酥鸭，然后那边。加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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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
包那个了。对。然后这个料在这里哦。对。是分开的、哦，我沾一下。啊，加个葱段，哎、嗯，然后、嗯，然后是这样。然后你要甩一甩，甩一甩，不甩。好哦，是、耶！哦，不要出，不要，不要，好，你讲来，麻烦你讲。好意思，唔买，阿伯吞了的够。啊，你看它，这比较像真的。哇，它好酥脆哦，它的皮。真的、哦，对，一咬就断掉了。皮薄馅嫩，馅嫩，多汁多彩啊，赞哦！阿牛家，阿牛家，今天给你。你看刚刚那个真的好吃，它的皮也不油，它的皮很成功哎，对，好厉害，可是它好吃哎。好神奇哦！还有 Q 的，还好吃。好吃啊！对，它一咬就断了啊！你要放回 Q 的。啊。这个刚开始在聊一下，是用笋子，笋子汤。口味像笋子一样。嗯。我还以为它有加笋子。对啊，恁有什么笋啊？笋子一样。做北平嘛，就是朋友的。大家都一样，都是一样。啊，三个酱。你要再拿一块那个皮。对，一定要有皮哦。它、啊、这不是有皮。那不是吗？你要，因为它是配一个肉一个。是鸭皮，不是那个皮。哦，是哦。它没了，是这样哦。对，很神奇。哦，然后再加个这个。啊。哦，好。啊。好。好哦。感谢你。哦，你看这品牌感觉不离亚脆呢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嗯，差一点。啊、大师，你可以帮我帮忙。嗯。哇塞！都降下来，降下来，降下来。搞笑，但是手没有用手，嗯，哎，要喂啊，还没有，哦哦，这不行哦，嗯，Thank you， 嗯，嗯哼，可以及格，嗯，蛮厉害的。我觉得皮比鸭肉好吃。嗯。应该皮才是最难的。那个，这个皮来煎个蛋壳。中蛋，它煎蛋饼。嗯。好吃。哎，皮要炖哦。好，来噻。来，开始。加一点蒜。加一点蒜，提味儿。底味儿，嗯，山东小馒头这样就完成了。哇，北平来的，所以要吃山东小馒头还是吃北东北小馒头呢？现在研发中，啊、哦，研发中，我们现在在研究，在馒头。不用皮用这个刀我在研发出新菜色啊，生态人家你这种回家回家我已经变好了，老板要提前啊，老板要提前啊，
看吗？有没有去看看？是什么？高丽菜。哎呀，我很饱。你没有吃到呢？刚我有吃了一个，我觉得很合理。我跟大家吃一个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很好吃的。你要皮还是肉？皮好。皮好。什么？我有鸡。你要说好吃？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好。来。好。好，来来。来啊。牙齿吧，咬下去要有幸福的表情。好吧，我一个话又来了。哎，你这块咖啡都无干，绝对无干。那是这样子的。好吃。那你这两只好的？没有。阿哥。什么？我未讲完呢。一条，一条，给你包啦。你俩好你包啊，我吃安尼，拢会使啦。哎，同学，你做伙吃。好。好嘛。啊，你这个我甲你改酱烧鸭。酱烧鸭必须是烧鹅嘛。酱烧这也酱烧，这米三杯。哦，好好好。我这米三杯。哎，是酱烧的。怎么后面笑得好嗨啊？比我们前面嗨一点。对，来开始笑。来，这个酱烧鸭新口味，新口味的你好。哇，这个呢，来了。既然上线都一口闷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上线一口闷哦。不要客气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海川，那你也到海海了？比，那你比刚刚的那个老鸭还是这个？我相信这个层次比较多啊。嗯。我老公了呀！喝下不？算好吃。三块，三块，三块。好来。来来。来这阿爸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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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一个菜，哇！哇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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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，也来。来。等一下。等哇，换歌了，对不对？换歌，嘻嘻到我死，你懂吗？哇！小秘密，哇！小朋友拿到礼物，我们就可以下车喽。啊，这小朋友天堂，就是难怪他们说这一间是小朋友的天堂。这是要带小朋友来。都是小朋友的，对呀，走，我们来排队。等一下我们就一路开箱上去。上线，哇，高成员上线，走啦！啊，龙哥呢？龙哥，我们是五楼，你们我们也是五楼啊。龙哥，
先本兽嘛，先本兽，舒服。先排毒，先排毒。7:30 B1。但是，还有半个小时，还有半个。不用先洗澡了，对不对？等来不及哦。我觉得不对，可以冲。可以啊，冲一下，男生冲一下，其实。洗澡完才想不想出门？不想出门，不想下楼下这样子。到了呢，505哎，505。要房卡，对。还没等。嗨，打扰了。打扰。好，来哦，插旗开。Okay. 光明了，光明了，这样。那我来关掉。哎呦，有大肩，有大肩。对啊，哎，很舒服，感觉很舒服哎。有大肩呐。有大肩呐。来喽，来喽。进来看一下。哇，两张床，这是单人床，好、哦，这算单人床。嗯，对，单人床。坐坐看看。感觉是软的哦。它是弹簧床，它不是那个叫什么独立套，对，它不是独立套。我们先从这一区来的，这一区这边有茶、茶包、咖啡、热水壶。好、哦，这个是锁起来的哦。哦，冰箱，呵，剩凉凉的那种。哦，还有雨伞呢，还有枕头。应该是哦，是用压的吗？上面是。对，没钱吗？应该是不用。好，我觉得在室内还好。插头好像蛮……哦，这边面有个插头，然后这里有插头，这里有插头。哦，这里还有新圣约。哦，这是韩文的什么？108自在椅，哎呦，他竟然没有佛光山星云法师的365什么每日一句那个，对啊，上次去佛光山，对，这应该都是抽屉啦，没有没东西，他竟然没有那个吹风机，对不对？对哦，好，我们换厕所。有，在吹风机，那边，那个大公司的感觉。哦，飞利浦啦，哦 ，OK 啦，牌子不重要，会有些就可以，然后换洗，他洗澡的那个，哎，对，哦，对，对，对。干湿分离哦。对，哎，不大的分离。哎，加分离。很集中啊。泡没出来。泡没出来，赶紧跟隔壁要两条看哦。嗯，紧急状况，紧急状况，这是紧急状况。啊，好了。灯也蛮美。对啊，哎，我觉得这是蛮舒服的。嗯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空间蛮大的。就不会有压迫感，因为啊，因为有挑高，因为挑高啊，对，因为挑高，它这上面这里已经一层了，对，通常是到那一层，它可是它又在挑高，至少50公分吧，应该有，有哈，快50公分了，嗯，所以不会有压迫感，很舒服的，我觉得蛮舒服的，不错，而且看人家电视还给你镶在里面，对啊，感觉没办，嗯，OK， 开箱完毕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
我要出来就好。我们一人讲一个愿望。他说这叫什么？爱情大草原。嘿，好像是哦。爱情大草原。我哥慢慢走。红哥说那个 ，You make me yes I do。说 yes。在后面，找一个位置，找一个位置。那边，呵呵呵，好底下了啦。哦，要去哪里？好，放水。好，大拿下来。记得，大拿下来。下来，这边我也看不到你。来来来，悠悠，等一下震动啊。来到这个，他说是爱情大草原，哦，然后爱情大草原这边在阿里山的风景区这边，大概你开进来的时候，第一站应该就会到这里，蛮近的，对。然后这边的腹地也是蛮大的啦，对，然后群山环绕，有没有大家看到？有没有？是群山环绕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是就是亲子哦，就能走路的话，哦，可恶，我今天不能走路，我今天脚好痛。然后呢，如果今天可以走路，就可以到这边来晃晃。哦，它这些腹地很大，所以你看这边还有，哦，还有造景，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，它叫是网红景点吧。背景那个不美，阿管，没关系啊，你拍啊。
声，可以看镜头，来三二。不要眼睛都张不开。玩耍一下就一个小时。好了，那这边的行程我们就到这里了哈。我们等一下下，现在在山里面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海边，好，去海边吃中餐，中餐自理。对 ，OK。等一下我们看要吃什么再说了。好，来。哦，你在行落去哦。你在行落去哦，你是。哇。超级多人啊！买折扇吃啊！我觉得就不然就是他那外面那些摊子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啦，对不对？老大，老大，我们来讲，我们来讲这，我们来讲这，我们来准备吃，准备吃，哦，好啊，两只150，买两只150。买两只，买两只啊，买两只。你跟那龙哥也是，我跟北北一只这样子。好，就用感谢这样子。不要不要做，我不要两只。对，然后再给我一只。现烤的，哦，现烤的，好久没有吃了。他还有鹅，你要买鹅鞭吗？鹅胗哦，鹅胗，鹅胗是鹅包哎，鹅包，鹅包的哦。再买一个。刚刚喊到在很。瘦兰啊。要出街啊！要出街啊！我飞来。没有，对啊，一个是说一下嘛。黄金兰个剪刀，尾金兰个剪刀。好，我们就来到这间素兰餐厅。啊，很厉害吧？那我们等一下就点了一堆，然后就开始乱吃，好，好不好？基本的都要点一下。外面上面有的就海瓜子有点，然后鱼没有点，但是蚵仔煎那些都有点。等一下菜来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好了，吃看看，就吃看看了。它怎么那么大块啊？哦，好甜，好吃，好吃，吃。啊，我讲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吃哎，还没有乱烤，还嫩嫩的，嗯，好的，你进军队嘛，就来分，分，分，好的，好的。刚煎好的，刚煎好的，刚煎好的，刚煎好的。OK，OK， 二二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来了哦，来了来了。这是什么啊？海葵鸡啊，海瓜子。大。海瓜瓜子。小啊、你们可以生啊毛皮呢，啊我你搞到我红烧肉呢。对啊。谢谢，来两个啊。来，开始啊，这样，快下来，下来。这是阿哥。阿哥。阿哥。阿哥，来红烧。来啊。多谢大家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来啊。应该是混较济哦。不过会讲咧。我
休。好哦，好哦，安尼会使哦，会下去了哦。下去了。哎，我要跟你跳。要不玩，要不玩。好吃，台湾老板娘很香。来哦，来哦。好吃，好吃。好要煮椒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刚刚都吃完饭，然后这边就是他就可以找快炒这样，然后你也可以找个东西点一点过去先吃。我要等好久，我们等了将近40分钟才来，然后反正就是简单吃一下，就是这边的海鲜。OK 了，已经吃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景点，好，剩下看，剩下一个。就剩下那个美妆的那个博物馆、那个观光工厂，要让他们那个赚一下钱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去画一下眉毛啊之类的。对，那个行程，那个行程我们就不拍了。好，对，因为那个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是。经济互惠哦，对对对对，那就不是我们的经济互惠，所以我们就进去看看。好了 ，OK， 好了，这边就到这里了，好，拜拜。在找吸烟区吗？这边是小点心，对不对？一个有糖，一个无糖，但是没有黑咖啡。有，他们都有。前面这个黑咖啡哦，有，它是正宗黑的。对，能喝吗？好，喝一口。要喝哪一个？好，不一样，是米兰风味，就是有写咖啡的。这支好了，先喝这支，喝一小杯。烧，很炭烧，太炭了，太炭了。另外吃，不爽。哎，这也算了。刚刚好的咖啡都在这一排，因为我们都要喝那个中烘焙或者是浅烘焙，比较好。他像他给你喝的大部分都是爽的。